雷霆战队迎来激动人心的三强争夺赛，六位优秀选手面临改变命运的两两对决，争夺最后三个宝贵席位。今天出战的阵容是爵士女生黄露思睿、军旅明星何志伟、八零后潇洒女兵王倩、军营魔术师陈敦浩、民歌小王子李亚、机械舞达人罗杰。他们当中究竟谁能捍卫雷霆战队的荣誉尊严？今天较量即将展开。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第二季《谁是战队之星》年度总决赛的现场，我是于麦，欢迎各位。今天有两位专业评审的新面孔加入到我们本季的比赛当中，我们来欢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讲师、著名影视演员刘健老师，欢迎您。我们来欢迎武警红团著名歌手博文老师，欢迎您。也相信呢，有了你们的加入之后呢，可以让我们的选手啊在比赛方面积攒更多的经验。在我们前几场比赛当中，楚直播老师一直在说他学过这个学过那个，什么都学过，今天要在我们的现场好好的证明一下，而且特别请来了一位老师为选手们做指导。我们来欢迎海政文工团著名的魔术师东方魔女赵玉莹，欢迎您。楚老师、甘露老师，你们两位要真正的开始纠结了，那么谁率先出战呢？楚老师、甘老师，请看大屏幕，开始。停。来自第一集团军的警卫兵罗杰，选拔赛中他高超的舞蹈技巧令全场为之惊叹。最终高分加入到雷霆战队，成为雷霆战队唯一名舞蹈队员。赛前甘露专门请来了街舞老师为他进行指点。现在是腰往后对，没有绑胯，对，然后出来以后你是一个分腿再回来，对，腿回来的时候记住不是一条腿使劲，是两条腿使劲。希望罗杰能在今天的比赛中发挥极致。有请。首先你要来挑谁跟你对战。好的，准备好了吗？好了，来，请看大屏幕，开始。停。黄露思睿，来自南京军区司令部的话务女兵黄露思睿，她个性的嗓音、自信的台风备受观众和导师喜爱。分组赛中一曲 Poppin' Loud 让楚志博起立为他鼓掌，成为雷霆战队首枚爱将。赛前楚志博请来了顾丽雅为他精心辅导，给他加油打气。恭喜，先恭喜。全模糊了你个概念，你要把自己变成一条鱼，表情表情表情，感情感情感情，打动打动再打动，我就要这几个够了。今天罗杰对战黄露思睿，他们当中究竟谁去谁留？来，有请。抽到黄露思睿之后，罗杰在我身边哇了一声，为什么呀？因为我一直觉得他特别棒，唱歌特别好。那你是觉得你把他选出来，你们俩较量，他会胜出是吗？我觉得我很有压力。所以说，这两位的对决，胡老师、陆老师，包括赵老师，你们擦亮双眼，有请罗杰带来舞蹈《守望者》。
走了。Your mind. Or it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有请黄璐思瑞带来歌曲《鱼》。我是一只鱼，望着鱼缸外的你，敲啊敲。好了，两位都已经表演完毕了。那一开始我们的两组选手带来了不一样的意境，不一样的表演，我们来听一下专业评审怎样去点评。伟东老师先说，罗杰小罗他这个舞呢，我觉得我看到他的膀子手臂啊，这种练的这种控制力快赶上我们的舞蹈家杨丽萍的那膀子了。他还有想法，把他这个街舞是一种炫技的东西，他赋予他一种内涵，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的。好的，谢谢老师。那个思睿呢，你的歌我觉得唱着把我吸引进去了，我觉得你模仿的特别好，我只是希望你以后能够走到自己的那种发展的道路上，反正我偏向于舞蹈。刚才这个伟东老师说的正好也是我想说的，你确实模仿得很像，应该要有你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感觉才好。谢谢伯伯老师。然后罗姐我们也是在初赛的时候见过，对对，见过，非常好。只是呢，我确确实实
不够过瘾啊，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精彩的程度。感谢我们的两位老师做的非常专业的点评，我们来看一看战队老师有什么选择对他们两位。我们俩都不是这个专业的，真是不太好选。您的意见是？我的意见是这个罗杰。我要赞成的话，我就赞成他。好，意见是？黄璐思睿。啊，那我给舞蹈。谢谢两位，特别好。先说罗杰吧，我觉得他的舞蹈从柔韧性到协调性来讲都特别的棒。刚才老师也说了，就是这个题可能是还扣的不够紧啊。再一个，不光是技巧和这个协调性，还有这个表演也非常的关键。对，有这样罗杰，罗杰，很多老师都说你这个爆点或者这个舞蹈激情不够，对，来一下吧。这样，我们上一季的《战士之星》，我们的黄龙宇也是我们独苗跳街舞的。哦。因为街舞真的看什么？叫看 battle， 看两个人斗舞是最好看的。没错。还能看出这样的一个感觉。掌声鼓一下。来吧，龙宇。有了对手的刺激，你看你释放的才会更好，对不对？所以在看过了表现之后，真正的难题落到了楚老师、甘老师你们俩的身上。手心手背都是肉。哎，李老师的话这是对，哎，哲学家讲的。李文启老师。那个谁呢？罗杰是我们从基层一步一步选上来的，非常非常的棒。我觉得今天这个作品还不。没有刚才你这一小段儿给我们的，刚才牛哥，胖，真棒，你身上都有，你能做的特别特别好。今天这个作品选的我有稍有一点儿失望。One Two Three 呢？嗯，是我第一个站起来为他鼓掌，从咱们这一季里头第一个选。你想到的第一个人吗？想到的第一个人。嗯，因为他一张嘴就。把我给打动了，非常非常独特他的声音。两位商量好告诉我们结果。我的决定是罗杰。黄璐思睿。你来呀。哎呀，所以我们的选择是女孩。恭喜黄璐思睿晋级到下一轮。谢谢老师。瞬间你可以看到罗杰的表情跟状态都放松下来了。对，哎，一下，反正其实我觉得这次来这边比赛结果也不那么重要，主要是能认识大家，然后受到老师的点评，学习吧，一个学习的机会。其实各位都可以看到，楚志波老师非常非常的舍不得。别哭。我不是，我有点控制不了，我太喜欢他了。
非常棒。我们用掌声送给罗杰，再见。希望自己以后更加努力，继续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还有机会。第二组谁率先登场，依然交给两位，两位请看屏幕。停。来自南京军区司令部的坦克兵何志伟，他是战友眼中的大明星，分组赛中一曲吉他弹唱打动全场。赛前顾丽雅对他进行了指点。何志伟，就是那天听了，对对对对，唱得很好。想要向过去道别，是这样啊，你的嗓子已经疲劳到极限了，我已经听到了里面有一点点嘶哑的声音，就是我现在给你的最好的一个忠告，就是不要说话，不要唱歌。何志伟，掌声欢迎。我们来看一看你怎么选择。开始。停。坚守军营，无怨无悔。她是来自第一集团军的最美女士官王倩。分组赛上，她细腻的表演让楚志博以及全场的观众热泪盈眶。太好了，王倩，太好了。比赛前，楚老师亲自对王倩的表演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讲解。你理解吧？跳进跳出，这里头呢缺少这个东西，你得有感觉。你告诉我。就那种疼痛的那个憋住这种气，不舒服的就去掉。今天何志伟对战王倩，谁能更胜一筹？何志王倩，我们今天要带来戏剧表演的王倩跟带来歌声的何志伟，谁会胜出呢？各位掌声欢迎他们。谢谢大家。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还只能我回忆里堆叠，哦，给下个季节。忽然间走在南方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还缺少在这寂寞的季节，又走过风吹的冷冽，最后一盏灯熄灭，从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还是
寂寞的起笔尖。扬起我的起谢谢大家。有请王倩。我要说的是我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我的雁门关》。我叫李燕，是八路军120师358旅7162团。三营卫生员。入伍前，我是个师范学校的女学生，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兵，更别说打仗了。可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打到咱家门口了。父亲说，咱家呀，没有男孩，我当老黄忠，你当花木兰。我就去报名，参了军。临走的那天，妈就说了一句话：活着回来，你还没嫁人呢。我替妈擦掉眼泪，笑着说：妈，您说什么呢？放心吧，啊。可一过黄河，特别是往前线行军的时候，一路上是退下来的友军伤兵，看着他们生不如死的惨状，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我身旁的战友也都不说话了。民国26年，也就是公元1937年，我跟随八路军120师主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昼夜兼程赶赴晋北前线增援第2战区友军作战。那场著名的雁门关大捷就是从这个时候打响的。17日黄昏，我们到达雁门关，18日晨设伏于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西侧高地。刚把部队布置好，远处就传来了鬼子汽车的声音。上午9时许，日军车队拖着滚滚烟尘从南向北驶来，缓慢地拐过小石桥，爬上陡坡，进入伏击地域。说时迟，那时快，贺炳炎团长一声令下，打！各种火器一起射击，步枪、机枪交织成密集的火网，团属迫击炮连把一颗颗炮弹准确地掉进车厢。头的几辆车被打着了火，燃烧爆炸，车上的敌兵纷纷跳车逃命。这时候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我抓起医药箱一冲下山去，靠前救治伤员，帮他们包扎，帮他们止血，伤重的就往后送，有的刚包好了又往前冲。突然我看到三班的刘栓柱，他和一个小鬼子滚在一起，血流了一地，我赶紧上前用力分开他们。拴住的左肩被刺刀扎了，日本人的刺刀有血槽啊，血就那样鼓鼓的流着。我抱住拴住，帮他处理伤口，用止血带把出血口扎牢，又用大量的棉纱绷带把伤口堵住，血慢慢的止住了。栓柱睁开眼睛，他定定地看着我，他说：姐，你真好看。这时候我身后又传来一阵痛苦的呻吟声，我转头一看，是那个小鬼子，他被栓柱用大刀砍在后背上，血一样在流着，脸上是痛苦的表情，嘴里不知在嘟囔什么。可我从他眼里看出他想活，我知道他想活着，我下意识地抓起药箱就扑了过去。哎呀，我知道那是鬼子，可那也是一条生命啊。
我用力撕开他伤口边上的衣物，用止血棉纱轻轻地按住他的伤口。可就在我转身拿绷带的时候，一针刺痛，我转过头来，那个小鬼子手里还握着那把带血的刺刀。我不明白，我是去救你的呀。这时候我看到了栓柱，他拼尽所有的力气拿起了地上的枪对着那个小鬼子，他的眼睛瞪得无比的大，甚至在滴血，他张大嘴巴在喊着，在叫着，全打在那个鬼子身上。可我却什么也听不到了。我的眼前是血红血红的雁门关，我突然想起妈妈的那句话：孩子，活着回来，你还没嫁人呢。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完全感受不一样的一段表演。我们来听听专业的评审老师点评。这样，我们先听听刘健老师。这个寂寞的季节，你知道你的停顿的时候是我心里最难受的时候。每一次当那个真是撩动心弦的时候，你的那个吉他在它停顿了以后，然后我的心也是这样，然后你再一弹的时候，我整个的身上都会有生理反应。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短了，就是弦外之音的这些地方，我觉得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王倩，啊，在舞台上有一个三五分钟的讲述，这种叙述性的表演太难了。但是整个的表述当中，我希望你在叙述、在讲的过程当中，在你的最后的停顿，刺激了女护士的这个身体里边以后，然后战士们是什么样的，或者怎么样，这时候的情感的表述的时候。这种平静，我们往往在表演当中缺少一种平静后的力量，我觉得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谢谢老师。我倾向于表演的《我的雁门关》，谢谢。好，今天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从表演来讲，我觉得对任何一个作品，要分析的细，要体现的细，没有体验谈何体现，没有体现何必体验。所以你把人物与戏分析的越细越有戏。谢谢老师。志伟啊，委屈你了。来吧，我们战队的老师对于这样的两段表演给出你们的意见，如果是你们，你们会选谁？其实我们没有过多的说的，肯定是王倩。刚才跟潘老师我们俩一直在说，是太感动了，感觉整个舞台都是为他打造的一样，没有其他的感觉，像是看了一部
完整的话剧的一个表演，在一个结束中，我都忘了这是一个比赛了，所以就是非常的完美。志伟，我觉得这个他们两个人 PK 上，志伟会真是就是吃亏呀，他吃亏太吃亏了，因为他的这种感染力实在是太打动人了。林老师，王倩，王倩，好，来，最后交到楚老师、甘老师你们俩手里，好吧？最后的结果是。王倩，恭喜王倩成功晋级。是的。准备下面的环节，感谢志伟带给我们的歌曲，我们用掌声跟他说再见。有你给的阳光，没有理由绝望，带着我今天可能就是嗓子的原因，没好，我会好，但是我也不可惜，下次再来。雷霆战队三强席位仅剩最后一席，截止目前场上还剩最后一组选手。我们来欢迎陈东浩对阵李亚，欢迎二位。自学成才，他是南京军区司令部的警卫一陈东浩。分组赛中，他精彩的魔术征服了全场。楚老师赛前特地请来了东方魔女赵玉莹。都老在电视上看到赵老师，看到真人了，特别兴奋感觉。赵老师对他的舞台表现力进行了辅导和指点。上场之前嘛，会稍微松弛一下手，这样的话会发挥得更淋漓尽致一些。稳着点，稳着点啊！加油！我一定尽力，稳着点，快点！加油加油！我去了，刘老师。加油啊！加油！来自常规导弹第一旅的导航号手李亚，身材瘦小却极具爆发力，挑战赛中一曲西部放歌让他成功加入到了雷霆战队。我待会儿带你去见一个神秘的嘉宾。楚志博在比赛的前一天亲自带李亚前往总政歌舞团拜访了一位神秘的艺术大家，他就是李亚的偶像王宏伟老师。中国的歌变化非常大，你要字要咬，咬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这个歌唱和这个说话的习惯。最重要的是要把一个歌唱的感觉。今天魔术遇到民歌，到底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有请陈东浩带来魔术《烈火》。
有请李亚为我们带来歌曲《美丽的楼兰姑娘》。两个人的节目说实话都非常的精彩，来吧，我们来听一听专业评审老师对你们两位今天这一场表现的看法。来，我们先问问曲比阿乌老师。我觉得这个楼兰姑娘真幸福，不知道哪位姑娘真希望我就是那位楼兰姑娘。我们您听的时候比较很幸福的真的特别幸福，有这么帅气个小伙子啊为我歌唱特别好。唯一不足就是你放松一点，别这么紧张，因为少数民族是载歌载舞的民族。如果是我们镜头拍到的话啊，你要特感谢伟东老师，对，他在给你那儿伴舞，一直张老师在那儿伴舞，特别好，是是，边上有那么一点新疆的那个味道。您教他一个，啊，就是用抖肩这样哈。对，那就把这剪在节奏里头。这样，你试一试，你唱两句，然后加上这动肩这动作来。美丽的楼兰姑娘，楼兰姑娘，眼睛大来美貌万，勤劳勇敢又善良。这个、有了，这个味道就有了。对，还有那个魔术，这个兄弟，我觉得特别特别精彩。能到这个水平，我刚才我都不敢看，我觉得好吓人。看了以后，来，我们再问问。徐东老师觉得魔术一定比楚老师这魔术要精彩。楚老师，我跟你说啊，别听起哄，就是师傅来了，您还师傅来了有底气了。师傅来了，我腰杆才硬的。啊，你看上一场就是这个。上台，
现在一个这个，大家都知道地球有吸引力的，我一撒手甭它就掉下去的。嗯，这个呢就往这一搁，这可以，这不怕看的，近景魔术都行，啪它就挂上了。有活，这给我试一下，我刚跟潘老师学了。嗯，潘老师也会这个。嗯啊，这个不能再做了啊，再做我鼻子口穿血，这个顶着气呢，在这还有气功在这哦。你接着点啊，接着点，肯定的。我们来听听我们各战队能给出我们雷霆战队什么样的一个意见。我要是楚老师，两个都留下来。如果要让我选啊，我觉着还是魔术。魏老师呢？这两个选手我都挺喜欢的，但是我知道东浩付出特别多。你们知道这些所有的看到的和没看到的魔术的这些道具都是他花钱自己研制自己做的，嗯，几乎花掉了他所有的积蓄，所以我可能会支持东浩。好，谢谢老师，也偏向东浩。来，我们的铁拳战队，我尊重我们副队长杨舒老师的意见，李亚。好，李亚，谢谢老师，谢谢铁拳战队。就是魔术真的是需要非常的多的精力、财力、物力才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而且还需要演员的表演。我个人当然还是董浩。两位队长、副队长商量之后，说一下你们的意见。我非常喜欢李亚，在这个之前呢，我带他去到王宏伟那块儿去练过，王宏伟呢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今天这首歌唱的也是我认为比较完整的一首歌。东浩实属不易，我觉得因为我是搞魔术的嘛，我知道，我的决定是两个都留下来。我觉得还是一样。谢谢，恭喜东浩。在这个舞台血流并不只是因为实力这么单纯的原因，当然呢，我也觉得我们所有的老师也是希望你能够在你最喜欢的音乐在歌声当中跟这个舞台跟大家说再见，不过这是暂时的，我们也用掌声欢呼声不要停来送给李亚。谢谢大家。随着最后一轮的较量，我们的铁汉楚志博老师也不用这么柔情，也不用这么感性了，因为你们战队之间的较量已经结束。在此我们也要隆重的宣布，在雷霆战队晋级半决赛的三位选手，他们是黄璐、思睿、王倩、陈东浩，掌声再次有请他们。好了，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本期节目，各位下周见。下周将迎来刀锋战队的队内 PK 赛，他们当中究竟谁能捍卫战队荣誉，成为刀锋战队的三强选手？精彩节目敬请期待。